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无量寿经解》第551面，551面，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看四赞感人发心啊，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就是这两句偈文。十方菩萨见彼土庄严清净，超于十方。佛号功德普度一切，应发大心，愿即成佛，亦成就如是刹土，如维摩经云：一住尽过严实之事，成即佛土，亦能如是嫉妒尽未来际。这是这一段最后。半首偈啊，两句。十方菩萨，这是有感而来的。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应感应道教啊，所以是赞叹呢，感人发心啊。这个感人就是设方来的这些菩萨们啊，他们到了极乐世界，见到了这个依报的庄严。啊，清净，超欲十方，欲也是超过的意思。十方世界诸佛刹土，要跟极乐世界相比呢，确实是要逊色很多。啊，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方法巧妙极了，就是用一句佛号啊，既简单呢又巧妙，因为这个方法了容易方便，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都可以念，不拘任何形式，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啊，只是在握准念的时候不要出声啊，心里头默念，出声伤气啊，没有别的原因啊，对身体有伤害啊，确实啊稳当啊，快速啊，而且成就啊，果德不可思议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这个本愿加持，我们说的通俗一点，福报。啊，无量无边的大福报啊，你就享受到了。啊，这阿弥陀佛因地发愿无界修行的功德成就，你全都享受到了。啊，所以弥陀对我们来讲确实是大施主啊，他布施给我们了。
啊，布施是不可思议的福报啊！我们这个世间，你要跟他去跟那个求望的话，那差得太远了，无法相比。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我们去不是去享福的，目的不是去享福的，目的是去学智慧的，去听他讲经的。啊，没有想到到那里去身相那么好。啊，这珍宝庄严。啊，环境那么好。一切都能够随心如意，啊，真的是心想事成，这个当然不容易啊！啊，一定要想到阿弥陀佛当年发愿五戒修行，啊，功德的成就，啊。我们往生到那里得到受用，那么他的发愿是为众生的，他的五戒修行是为众生的，啊，就像前面这个普贤行愿里面所说的供养，啊，举的七种供养，阿弥陀佛，每一种都做到了，都做到究竟圆满。啊，在极乐世界完全体现出来了。啊，自信功德的体验，不需要人去设计，也不需要人去营造。啊，这个道理我们明了，这种事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啊，然后自己回过头来想想，啊，这一生值得自己庆幸呐，能遇到这样的法门呐。啊，这一生当中可以说稳稳当当的成就。啊，只要自己认真修学，啊，要放下，要忏悔，啊，要精进，啊，像这些菩萨一样，啊，他们去到那里，看到了，才发现了，因发无上心啊，越速成菩提。速成菩提是速成佛道，啊，到极乐世界，这一愿一定可以达到。啊，受方世界成佛时间要长，要慢，到这个地方加快了。啊，所以佛号功德了，普度一切。啊，引发大心，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修什么法门？念佛，一心专念了。啊，所以他成就快呀。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啊，是阿弥陀佛的修行为自己的修行。阿弥陀佛心量大，所有一切的布施给众生，希望众生成就跟自己一样。啊，所以说是，你看，愿即成佛，一成就如是刹土。如是刹土是西方极乐世界，
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人，将来自己的刹土跟极乐世界相同，没有两样。如《维摩经》上说，以住净国严师之士成极佛土，这是赞叹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怎么来的呢？这个成就怎么来的？前面我们读到过，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啊，因为他的愿大了啊，希望他将来成佛，他的这个国土啊，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他发的这个愿，所以世间自在王佛给他展现十方诸佛刹土，给他看。啊，他看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好处，他统统学了。诸佛刹土里面有缺点，他都把它改正了。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超过十方刹土？即十方一切美好的大乘啊，他不是凭空想象啊，凭空想不出来呀！啊，涉及到一切诸佛刹土就参学，210亿佛国度啊，210亿不是数目字，是表法的，密宗里面代表大圆满啊，也就是我们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就这个意思。他通通去参学过啊，所以诸佛刹土里好的他通通采取，他都有啊。诸佛刹土里缺点极乐世界找不到，是这么成就的啊。业能如是度生今未来际，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十方菩萨虽然不是专修净土啊，但是十方世界诸佛如来都会劝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啊，跟着阿弥陀佛学习。这是这一帮人啊，人数之多不可思议啊！他们看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听佛说法，发如是心啊！希望将来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嫉妒众生。啊，即是救济啊，都是教化啊，今未来际。那我们想想，这些人他将来度佛教化用什么方法呢？肯定是用阿弥陀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于是阿弥陀佛的国土又扩大了啊！有这么多人吗？人越多他的国土越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应是无量尊
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苦。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这是阿弥陀佛现象放光。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放光，菩萨一接触到了就开悟了。这个证不退位，就是证阿惟越致菩萨。实会当时在这个法会里面的一切大众，这就包括设方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菩萨们，互相都清楚，都欢喜。这个缘分呢，太殊胜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有文啊，前面这个阳寿办的偈颂，先感应道教，如来放光加持啊，大众正不退位，皆大欢喜。我们在这个地方应当要细心去体会，诸佛如来诸事，他究竟做的些什么？教学。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住世80年。教学49年，他实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好学多闻，19岁离开家庭，他是太子。原本是继承王位的，把继承王位的权放下了，出去求学。印度求学很辛苦，就像苦行僧一样，当时印度确实是世界上宗教之国，学术之国，我们中国比不上他。中国古时候，这个学术思想很发达。他比中国殊胜的，是因为他们修禅定，禅定能够突破空间维次，所以六道轮回，在10000多年之前，印度人已经搞得清清楚楚。中国人还在摸索，有提到，但是不清楚。四禅八定是古婆罗门教所修的。
这在世尊出世10000年前，你就知道这历史多么悠久。啊，世尊出去求学12年，到30岁，大概能学的地方，他全都去参学过了，没地方再学了。啊，所以在毗婆罗树树下入定，把12年所学的也放下。这个视线非常重要啊，因为要证无上菩提，烦恼障放下。他19岁，烦恼障放下，还得所知障要放下。啊，有所知是障碍，为什么？有所知是你的成见。所以12年学习的这些东西全都放弃了，清净心现前了，平等觉现前了，这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自性里面智慧德相通通现出来了，就开始教学。啊，30岁开始教学，79岁圆寂。啊，讲经教学49年，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啊，那么看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啊，佛为了满足他的大愿，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啊，让他自己学习，成就他。啊，这个净土中的因缘，观无量寿经。为提携夫人遭到家庭变故，遇到灾难了，求释迦牟尼佛帮助他，他不愿意住这个世界了，这世界太苦，有没有清净刹土，他想求往生。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说话，也是把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选择。啊，维提西夫人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非常欢喜，赞叹，跟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地方好，我想去。啊，请你教我用什么方法能够往生。啊，佛给他讲16种观法。这16种方法一样成功了都可以去，都能往生。持名念佛是最后的一种。啊，第16观。第16观是智持名号。
维提西夫人往生了，在家妇女啊，上品上生啊，那不但他上品往生啊，他还带了500宫女。通通往生，500宫女不是上品上生，也是上品中生、上品下生。换一句话说，这一批人是3辈往生，他们是上辈。有多数人啊，所以证明了善导大师的话，极乐世界3辈9品总在语言不同啊，这一句话黄念老引用在注解里头，我们今天的语言可以说非常殊胜啊，稀有难逢啊，比过去古大德还殊胜呢。我们要发愿求上辈往生，我有理由相信可以做得到。只要你能够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信心不逆，你决定会满愿。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不退位，三中不退。下面引的宋义曰。宋义的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五种缘一本最后的一种，就儿时彼佛无量寿化导他方菩萨心，密用神通化大光，其光从彼灭门出。宋义的本子这一段讲的比较详细。说出来，你看，化导他方菩萨心。密用神通化大光，用光明啊。其光从彼灭门出，这个彼就是阿弥陀佛。从阿弥陀佛灭门放出来的，故知无量尊呢，就是无量寿佛。微笑现金容啊，与彼佛金容，视现微笑之相，光从这里发出来。会宿曰：应是应菩萨发愿的时候。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心晓受记之相这个笑容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肯定诸菩萨的起入境界。诸菩萨在极乐世界见色闻声，大彻大悟佛这种欢喜心笑，就是给他做证明。佛经里面讲受记，如来
常住三昧，常住三昧是自性本定，啊，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自性是我们的真心，真心从来没有动过。啊，那么就有这有此，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会动的是妄心，我们这个念头动啊，前念灭，后念就生。啊，所以阿赖耶、摩那、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全都是动。啊，法相成为八心王。啊，八识也叫八心。八心王是动的，不是静的，所以它不是真心，真心不动。与心王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当然是动的。啊，心王动，心所哪能不动？啊，佛家真跟妄差别就在此地，不动是真的，不变是真的，会动是假的，会变的是假的。啊，真妄啊是这么分法。啊，将于说法安详而动。佛说法了，佛说法动不动？动中不动，不动而动。说实在，他是没有动。啊，这个现象是现在十宝庄严图，啊，阿弥陀佛，现在十宝庄严图啊，为什么是我现在的你？菩萨有感，啊，这些菩萨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也就是说明，都是证得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都是真的这个境界。啊，阿弥陀佛是常住在极光土，不在十宝土啊。十宝土菩萨有感。常寂光里面的佛有印，就现身，跟普门品所讲的意思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但是在十宝图里的决定是现佛身，因为对象呢，对象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你面对这些人当然现佛身啊，不会现菩萨身啊，对六道里面才三十二因呢，在常寂光里面是现佛身呢。啊，所以此地讲安详而动，你看动里头安详啊，故佛心湛然，无喜无忧啊，他没有起心动念吗？他怎么会有忧喜？啊，也就是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起心，也没动念。啊，若将受记时呢，现形象。啊，表示像微笑。嗯，这是跟菩萨受记。啊，证明
菩萨所悟的是正确的，没错。啊，帮助菩萨印证啊，舌相薄净，如赤铜色；舌上有五花，如印纹。笑时动舌呢，出五色光。化身如来啊，啊，经上告诉我们，化身如来舌相之薄，那个薄的是还透明，我们看不见。为什么呢？他的舌相能够盖住三千大千世界。广场舌相啊，那阿弥陀佛的舌相绝对不止一个大千世界啊，我们也有理由能够体会到弥陀舌相遍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国土。这超神啊，啊，一切诸佛如来所不能及啊。啊，我们中国人谚语所谓也，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啊，说明弥陀观音这个教化影响之大啊！我们看到十方诸佛的赞叹，就晓得弥陀观音的影响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光明遍照啊！宝寂经云：“诸佛常法，若受地狱众生即时，而是光明两足下目。”啊，光是从口出的，从面门出的。啊，地狱众生能往生极乐世界吗？难。记住，总在语言不同。地狱众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肯定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得不错啊，是积功累德了啊。临命终时啊，一念错误都在地狱了，没有那么深厚的善根，在地狱里头怎么能够见佛闻法啊？的善根深厚啊，一时糊涂堕到地狱去了，堕就是造地狱业啊。我们有没有造地狱？人人都造地狱。找一个没有造地狱业的人，你一个也找不到啊。所以说老实话，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的同参道友，我讲的很多啊，多次了，不是一次啊。
我们只有两条路，一个到极乐世界，一个就到无间地狱。啊，只要你自己冷静去想想，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你是不是造了地狱？那我们现身为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佛弟子是金字招牌啊。我们今天很多不如法了，让社会大众骂佛教是迷信的，这就是我们的罪过。我们没有把十善业道做好，没有把六合敬做好，这是佛的根本戒。啊，惹得别人骂佛释迦牟尼佛，骂佛法，骂佛是这个毁谤三宝，因我而起，这就是地狱业。啊，所以出家不容易啊！出家就是入地狱，你能不害怕吗？出家一定要做好样子，啊，我们中国人这老人常讲啊，佛弟子要给佛贴金呢。啊，佛的脸上有光啊，你修得不错，修得好啊。如果你犯了过失，那你就是佛脸上吐粪呢。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给佛贴金呢，还是给佛吐粪？给佛贴金的，就到极乐世界去了。给佛脸上涂粪的，那就得下无间地狱。啊，来生还想做人，要升天，没这个事情，那是妄想。你要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能不干吗？你在这个世界还能贪图这些世间五欲六尘吗？啊，还可以贪图名闻利养吗？那个麻烦就大了，佛菩萨帮不上忙啊，自作自受啊。啊，今天社会这么乱，灾变这么多，什么原因？居住在地球上的众生，不善业所感呐。这不善业得有我一份呐。我们今天是不幸当中有大幸呐。遇到无量寿经，遇到黄念老的注解，我们才能得救。啊，没有这个经，这个注解讲的透彻啊！啊，我从学佛以来，过去一些老法师，包括我的老师。讲净土经典没有这么详细啊，去听多少遍呢，都还半信半疑。啊，度现前的众生，往后末法九千年，除这个本子之外，找不到第二种。啊，
我们既然遇到了，就要认真学习。遇到就是机缘啊！你依照这个修这部经修行，可以灭罪啊，可以扶助烦恼、福祸，可以往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高下，那就是缘分。啊，缘分好，你可能上上品往生；缘分不好，若下下品往生也好啊。啊，藕益大师说的，下下品往生他就很满足了。因为下下品往生，啊，下品下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你就提升到就是二维月智菩萨的待遇，这是太难得了，十方诸佛世界没有的啊！享受这种待遇，从四相上来看，你的神通、智慧、道力几乎跟佛相等，这真正不可思议啊！这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呢？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你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啊！那说明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家亲眷属想度他，你有能力了，不必等到极乐世界你修成了，不，没有修成，阿弥陀佛智慧神通道力加持给你。啊，阿惟越智菩萨哪里不能去啊？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你来去没有障碍呀！啊，你能跟一切众生、一切有缘众生感应到交，这些众生有感，你就有应，啊，你就能帮助他。啊，帮助他离苦得乐，帮助他破迷开悟。啊，你肯定会教他念佛，肯定会劝他往生。事出世间，真实利益还有能超过这一招的吗？没有了。啊，这一个大事因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当面错过，你的罪就重了。别人没有遇到，没有缘，那情有可原；你遇到了，把它舍掉，不肯干，啊，那你就是无间地狱的罪。啊，所以地狱众生啊，佛给地狱众生授记，光从口出，但是光明从两足下面进去了啊。那么乃至受菩提记啊，若受菩提记呢，而是光明从顶上没，那么在这个法会里面，十方来的全是菩萨，全是大乘
啊，所以佛在此地为我们实现的。佛光是从点入啊，啊，三大这佛光绕了三圈，从点入了。彼国纯以大乘，更无余乘戒。故云从点入。位移本子在中国是最流通、最普遍的康僧开的本子。啊，是放光之音呐。啊，佛为什么放光？是为大众受记。啊，盖为。当受菩提戒啊，证明他们修学的正确，必定得无上菩提。家乡所曰，证明受戒，表得实际啊，表示。得到的实际成熟了，所以心消口出啊，先还从点入，表吐言说，未无受智极化身之极，智极就是妙觉果位。比等觉还高一层呢、啊。等觉没有智极，上面还有啊。啊，妙觉上面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通常给等觉菩萨受记的。由此可知，菩萨到极乐世界。啊，当然的都是大乘菩萨。啊，大乘菩萨华严经初住以上啊。他在其他国度里面修行需要三个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才能断干净。啊，可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光明作佛事，为什么这些人都已经断尽烦恼了？也就是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里头没有言语。啊，也没有说法了。啊，佛用什么呢？放光。啊，菩萨一切就借出光明就救我了。以光作佛事啊。啊，这是常寂光净土。阿弥陀佛教菩萨的方式，啊，下面是念老的话，这些意思是，佛正为大众受记，因。时机成熟，故现微笑，并放光明从口而出，遍照十方，光回绕佛三匝，入佛顶中。
啊，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此表为众所受之际，为智机发生之际，即究竟果觉之际。那么这些菩萨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掉了，真妙觉位也。那这究竟果位也，真妙觉位，十报庄严图就不见了。啊，这说明说十八图也不是真的。啊，证明了大乘经教里佛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八图有相，啊，十八图的相从哪里来的？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所以它有相。无始无明习气断了，相就没有了。啊，相没有了，到哪里去了？到常寂光去了。啊，常寂光是自性，换一句话说，回归自性。你看，一切法包括自己，是从自性迷了自性变现出来的，最后还回归自性。啊，所以我们听到这科学家研究宏观宇宙的，啊，他们的报告说，啊，他们以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实际上只能看到全宇宙的10%，这还有90%的宇宙不见了。那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会笑笑。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到哪里去了？回常寂光去了。回常寂光你就找不到了。啊，为什么呢？科技探究一定要有对象，对象就是现象，没有现象它就找不到了。常寂光没有现象，啊，三种现象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他说没有了，90%没有了，回常寂光了。啊，微观世界就是量子力学家们，他们现在能看到极微之微。啊，现在称为量子，也称为小光子，啊，也称为中微子，这么小的东西。看到了，啊！但是这么小的东西里头有世界，他没看到。啊，这佛经上说的，啊，一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跟外面宇宙完全一样。我们在前面读过，啊，普贤菩萨能如。入微尘里面的世界，这里面的世界跟外面这个大世界是一不是二，哎，大世界没缩小，那微尘里面世界没放大，啊，在自性里面没有大小，没有远近，没有先后。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啊，自性里头没有大小，普贤菩萨能如。
啊，能在微尘世界里面去拜佛，去闻法。啊，不思议的境界，科学没发现的，科学只发现这个微点，不知道微点里头有世界。啊，那我们现在能想到，啊，微点里头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点，微点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啊，这个科学没发现呢，这是事实。啊，就像两面镜子对照一样，我们人在当中，镜子现的那个像重重无尽。啊，我们从这个现象的时候，能体会到佛所说的，真是这样的。啊，这都是事实真相。佛经上用一句话说：“诸法实相。”啊，所以方东明先生说，佛经是高等哲学。啊，我们通过60年的学习，现在证明了，它不但是高等哲学，它还是高等科学。啊，科学跟哲学没有解决的问题，全在佛经里头。真正是大学问呐！啊，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要契入这个境界，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你看这个经本，第二品，得尊普贤，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们修什么法门？修普贤法门。那你觉得要重视普贤菩萨誓愿？啊，为什么？是极乐世界每个人必须要修学的。啊，你不学到极乐世界就更加不相应。啊，菩萨行到十大愿王才真正叫大圆满。啊，所以经上说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啊，菩萨要想成佛，一定要修普贤行。普贤行的对象是遍法界虚空界。啊，愿愿都是遍法界虚空界。啊，这是什么呢？把遍法界虚空界跟自己融成一体，这就是誓愿。啊，头一个就是离境，我们能不敬人吗？我们能轻慢别人吗？能瞧不起别人吗？不可以啊！你这个与普贤行完全相违背啊。啊，普贤行里面不但一切人要尊重啊，要礼敬啊，礼敬诸佛啊，树木花草要礼敬，山河大地要礼敬，没有一样不礼敬。为什么？全是自心变现，礼敬的对象是自心。不是别的，自信是真佛，自信是真正的自己。啊，在哲学上来说的时候，自信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怎么能不尊重呢？
本体所现的一切现象，它都带着自性的成分。啊，它不带着自性的时候，它变不出来。所以，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啊，我们心有严重的分别。啊，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这个喜欢，那个讨厌，完全相违背。啊，所以一定要把心量打开，爱护一切众生，用清净心爱，用平等心爱，啊，用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的心，对待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那就对了。这就是普贤菩萨。啊，净土中个个都是普贤菩萨。啊，所以古德有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华严经的分量大，这个分量小。啊，可是内容呢，无二无别，也可以说《华严经》说的详细，细说这个经说的简单扼要。啊，《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华严，《华严经》把它浓缩就是无量寿，是一不是二啊。啊，那我们也可以说，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落实，落实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虽文殊普贤常常率领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去。啊，这个里面所显示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法门，84000法门修成功之后，都会到极乐世界。啊，去拜访阿弥陀佛，拜访阿弥陀佛，就像这一篇经上所说的，啊，见到阿弥陀佛了，那个境界大幅度的提升了。啊，见阿弥陀佛，你看这个好处多大了？阿弥陀佛为你受至极化身之极。啊，就是究竟果觉之际，真实利益里头的真实利益了。又往昔俗住光明照十方，还入如来顶者，依华严表受菩萨成佛记。祖师注解的这一句话，光明照十方，还如如来顶，啊，以华严经上所说的，啊，这是表法，啊，受菩萨成佛之际，啊，也就是说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了，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无界修行的成就啊，这个成就加持，让你无始无明，能够快速的断掉。啊，这个是在华藏世界都做不到的。啊，那么诸佛如来尊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没错啊。这是尊重阿弥陀佛的德行啊，阿弥陀佛的智慧。啊，没有这种大愿大行啊，智慧神通道力，这做不到的事情啊。下面与会大众，善根成熟，这一句话重要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无始无明习气快要断尽了，这善根成熟了，见佛此光明，即真不退位啊，不退不退转之六尘，即阿惟越之菩萨也啊，圆证三种不退啊，是故实会一切众啊，护亲生欢喜啊，会中诸菩萨见此瑞相啊，知蒙受记啊，佛现真不退，故互相庆畏，莫不欢喜啊，就皆大欢喜啊。啊，这菩萨人数啊，没有办法计算的。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从外面来的菩萨，家乡数，人天知，啊，知相而欢喜。啊，佛所现的相。啊，这个地方讲的是人天，这极乐世界的人，人是人天是什么？凡圣同居处的呀。啊，凡圣同居处往生的人数非常之多啊！啊，我们念佛往生都在凡圣同居处。啊，凡圣同居处里面。你看看，他知道知相，他明白了啊！这什么？这要不是得阿弥陀佛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你怎么能看到？啊！释迦牟尼佛有十宝庄严土，我们见不到；释迦牟尼佛也有方便有余土，我们也见不到。啊，同居图里面我们局限的只见到一个小范围啊，为什么六道是同居图，我们没有办法把六道完全见到啊，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图，四圣法界，设法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我们都见不到啊。
啊，不是那个等级，你见不到。可是极乐世界不一样，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真的是人天身份，连小乘出国的身份都没有。如果是小乘出国，大乘出信位的菩萨，他们往生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在同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无明烦恼是一品都没破，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看到西方世界殊胜啊，所以人天看到了，知道这种现象，也生欢喜心。如宋义曰：“实会一切诸众生，这个一切诸众生就包括凡圣同居土的人天。”惊叹佛光未曾有啊，恭敬赞叹啊，世尊佛光啊未曾有，个个具发菩提心。愿出尘劳得彼岸。出尘劳就是断烦恼，得彼岸就是证菩提。啊，我们读了这个经，也生欢喜心，也要勉励自己，啊，要愿出尘劳，要愿得。这个话实际上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再看下面第九首偈颂，啊，这下面一共有五首，从第九到第十三。佛语凡雷震，霸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锡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提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这个二十句，五首偈二十句。是弥陀说法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啊，实际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说的啊，佛语。凡雷震，这个佛是阿弥陀佛。那我们看注解，这一段注的比较长，意思很深呐。啊，真的是深广无尽。弥陀放光呢，随即说法。啊，放光之后就说法。故下曰：“梵语梵雷震，此佛字乃阿弥陀佛也。”啊，说明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转述。佛音清净，故曰梵音。又如梵天王，故曰梵音。啊，梵是清净的意思。啊，一尘不染啊。知度论语，如梵天王无中生，从口出。这个五种啊，此地说出来了。第一呢，甚深如雷。啊，我们常说如雷贯耳。啊，能够把我们警觉了。啊，雷的声音能警觉人。啊，把我们觉悟了。第二呢，清澈悦闻，闻者悦乐。啊，音声清澈、清楚，啊，容易明了，而且远闻，远到什么程度？遍法界、虚空界都听到。真的吗？真的。如果我们在此地真的把分别执着放下，还有起心动念，没关系。真正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有相当定功。这是什么？菩萨所证的，比阿罗汉高。阿罗汉辟支佛，只放下了见思烦恼。菩萨的尘沙烦恼也放下了。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他在此地听得清清楚楚。啊，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呢？我们这个耳有毛病。为什么不能彻听？啊，这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眼根也不行。啊，眼根光线很多，好多种不同啊。我们只能看到适合于我们能见的这一段光波，比这个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波短的也见不到。啊，用仪器可以探测出来。音声也如是啊。啊，声波我们也只能听到这一段。啊，比这个波长的也听不到，波短的也听不到。啊，如果这些障碍都没有了，我们的本能现前的本能，我们的耳能听遍法界虚空界，我们的眼能见遍法界虚空界，这本能啊。这能力怎么失掉了呢？啊，佛说得很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统统舍弃了，我们的能力完全恢复。啊，六种神通起圆满的作用。啊，言见变法界虚空界，见过去未来，你都看到了。啊，这真的，这不是神话了。啊，就是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搞成这个样子。啊，现在叫你放下还不肯，
放下是自己占便宜，不是别人的。所以要晓得我们六根的能力广大无边际，跟诸佛如来没两样。闻者悦乐，喜悦快乐，听佛讲经说法。第三呢，入心爱敬，入心是听到佛说话了，心开悟了，真明白了。恭敬心、报恩心自然升起。那第四个呢？地了义解。地了是真的明白了，没有一点错误。地这个意思有审查的意思。通过审查，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随便接受的。真舍智慧。容易了解。佛以义因而说法了，众生随力过得解。第五呢，听者无益。听佛讲经说法，永远不会疲倦。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这个世间人干什么都会有疲劳的时候，有厌倦的时候，唯有听佛讲经，听菩萨说法，永远没有厌倦。你越听越欢喜。那现在跟我讲的完全相反，听一遍还可以，两遍三遍就厌倦，不想再听。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没听懂，你没有入味。前面他这里第三句讲入心敬爱，你没入啊。如果你真正要入心了，你就会得法喜，叫法喜充满了。不会厌倦的，听的什么精神百倍。为什么得不到法喜呢？那印光大师讲的，沉浸心不够。所以现在讲经听经的人很难。读经的人更难，为什么呢？心浮气躁，他就没办法入啊。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听众？真正能够把妄念放下，一心专注来听，这个就找不到。但是那个人听经会生法喜，我们在经教里搞60年了，如果没有法喜，能维系得住吗？能这么长久的时间干吗？越干越欢喜，就是法喜充满。
我在做报告的时候也常常提示出来，但是重视同学有没有听，听懂，我就难受了。我每一次在讲台上讲，中国古人所说的叫和盘托出，一丝毫保留都没有，我所知道的通通都说出来了。可是明天再讲呢，又有很多新东西，那新东西是不是我今天保留的？不是，新的东西的时候，今天晚上又发现了。每念一遍，有每一遍新的意思，所以他，你永远念不厌，念不倦的，念不厌的。如果他讲的都是一样的，遍遍都是一样的，第一遍看了不想看第二遍，你看看报纸，你看看杂志，你会能看第二遍吗？好的文章越看越欢喜。看个10遍20遍，不想再看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呢。小时候喜欢看小说，中国四大名著真吸引人。《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传》这四大小说。每一种，我在学校念书年轻的时候至少都看了10遍，可是10遍之后不想再看了，兴趣就没有了。在佛经的时候看1000遍都看不厌，它有味道有时候看的时候我晚上睡觉忘掉了。看到享受是天亮了，这常有的事情现在年岁大了，要知道是睡眠重要，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一个星期总有1-2天呢，晚上看经的时候看到天亮了，不知不觉，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那是你真懂了，真看出味道出来了。听经也如是永远听不厌，味道不一样一部书讲10遍，意思不一样，遍遍不相同，就是天天不相同。这个叫经典的摄受力你没有这种法喜，没有这种体会，那就是你的烦恼习气很重，你根本没有入进去。听很勉强的听，看很勉强的看可是如果持之有恒能够有个半年1年，那个法味道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心清净了，心越清净，你体会的越深。烦恼习气越重，你越没办法体会。读诵听讲。都是这么个道理那么对于现在业障深重、心浮气躁非常困难现在科技发达，有卫星，有网络，有光碟书本的印刷非常方便
啊，这是外缘具足啊，可是内缘不足，跟古人比相差太远了。啊，古人那个社会是安定的，古人的心是定的，容易欺辱啊。现在社会动乱，人心浮躁，定不下来，所以很不容易欺辱。啊，这是今天圣教弘扬这困难处啊。啊，用什么方法把人心定下来？人人都想定下来，就是没办法。啊，现在又碰到整个地球到处都有灾变。啊，刚刚过去3月、5月、6月，啊，这个3月、4月、5月这3个月，啊，有同学把一些灾难新闻的贴标题，啊，只把这些标题告诉我，200多起，3个月。非常可怕啊！灾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啊，科学家预告我们，可能往后越来越多。啊，科学家的探测是以物理为根据啊。啊，海底地球的板块活动了，不像从前那么靠得那么密啊，现在浮动了，这就产生了处处都有地震啊，海啸、火山爆发啊，他们完全根据物理啊，物理能够把这些原因探出来、探讨出来，可是更深层的因素啊，他就不知道了。更深层的因素啊，是心理。像德国科学家普朗克所说的啊，他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就是人的念头。啊，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科学探测出来了，如果用心理上来做，大概还有办法。啊，我们这里有一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的报告啊，他这个后面正好就是琵琶湖的一张照片啊，他在这个地方做实验啊，这是一个海湾，我们知道琵琶湖是内陆湖啊，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湖，像海一样啊，这个海湾呢是死水啊，水流不走啊，所以20多年来这个海湾的水很臭很难闻啊，他用这个地方做实验，他找了300多人，请了一个老和尚90多岁，带着这一批人呢去祈祷啊，时间只有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也让大家把所有妄念放下，什么都不要想。啊，大家共同想一桩事情：湖水干净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就这一个念头，
湖水干净了，我爱你。啊，大家都想着一个问题，就念这一句话，念了一个小时，三天之后，水果然干净了，啊，气味没有了，保持了6个月。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说你每3个月去做一次，这水就永远干净，那就不会再变化了。这是什么呢？我们的念头能改变自然环境，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如果我们这个日本的同学们都能够为日本这个地区啊地震海啸灾难每一天认真做祈祷，能有几百人上千人，这种灾难真的化解了，纵然不能化解会大幅度的减轻啊，9级的地震可能变成3级，真能做得到，很好的证明啊。啊，这个证明现在有科学根据。啊，普朗克的他的研究啊，那就是原始的根据啊。啊，所有物质现象，它的基础是意念。那我们的意念要好，端正，问题就化解了。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是3000年前的事情。啊，依照中国历史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生，周昭王24年，元吉那一年是周穆王53年。啊，佛住世，中国人算虚岁80岁。啊，如果从这个年代来算到今天呢？算到今年，释迦牟尼佛灭度3038年，中国老一辈的出家人都用这个纪念。啊，现在外国人用的是2506年，是吧？啊，相差600年了。啊，这个我们不必去计较它。啊，中国人有中国历史的记载。啊，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啊，讲我们这些灾害，灾害怎么来的？不善念头感应来的。啊，贪婪的念头感的水灾。啊，贪心感水灾。嗔恚是火灾。啊，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都是属于嗔恚。”啊，所感得来的。啊，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是这个土地呀，松散了，不坚固了，山会倒下来，大地会沉到海里，这是这个根，这个因是怀疑。啊，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断掉，不贪不嗔不疑，啊，不傲慢，不怀疑，这灾难都没有了。啊，所以科学家告诉这美国人说的，啊，美国科学家布莱登讲的，啊，他在2012那个电影里面出现了4次，时间不长，啊，出现4次，啊，他告诉我们如何应对2012玛雅灾难预言。啊，他提出了
三句话。第一个，弃恶扬善，劝全世界的人。啊，弃恶扬善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啊，第二呢，改邪归正。第三呢，端正心念。端正心念就是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放下。啊，不贪不嗔不痴。啊，不傲慢不怀疑。啊，这样的心态就能够把2012的灾难化解。啊，不但能够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美满的未来。什么人能做到呢？什么人肯把贪嗔痴慢疑放下？啊，不贪财，不贪色。啊，财神名食睡都不要贪。七情五欲能自己控制之入。啊，逆境能够啊不再发脾气了。啊，样样能够忍让了。你能够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做到了，这个世界就美好了，啊，也就很像极乐世界日本这一次我是第七次来访问日本，过去有两次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的和平会议，在冈山开的，啊，所以我在来过两次冈山。我对这个小镇很欢喜，这个小镇人很保守，啊，不贪财，啊，家家都有储蓄，生活很稳定，啊，离大阪这样近，很少到大都市里面去，都是安分守己，啊，我听说这个地方400年没有灾难，这个地区的人好啊，啊，人心善良啊，啊，贪嗔痴大幅度减轻啊，跟别的地方比得轻啊，所以他400年不遭灾难。我那个时候来看开会的时候看着很惊讶了。啊，像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在世界上不多，找不到啊！啊，所以他给我很好的印象啊！啊，那次来开会，跟县长见了面，啊，刚好还遇到的时候，这个，外交部的次长，啊，也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都碰到了，啊，我还留的有照片。啊，所以这一个小区域，如果能够真正落实儒释道这三个根呢，它是世界上和谐示范的一个小区。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来学习。
能做得到啊。啊，我过去在中国大陆做了3年的实验，做成功了。这个地方要做，我相信比我以前做的会更成功。啊，因为你这个基础太好了，太难得了。啊，居民淳朴，也就是讲老实。啊，人只要老实、听话、真干。啊，他就能成圣成贤了，啊，非常非常难得，啊，希望大家努力，啊，金宗学会在这个地方带头干，啊，做出成绩出来，不但资助我，救了日本，啊，救了东南亚的地区。救了全世界啊，真正做出来，我给你们做宣传啊，让联合国的人到这个地方参观，因为联合国那些人确实真想把冲突化解，真正想给世界这个社会带来永续的和平，找不到方法。啊，有试验点，大家都相信；没有试验点，我们做再详细的报告，听了都欢喜，都鼓掌。下了台之后就问我：“法师，你这是理想啊，这做不到啊！”这叫信心危机，他不相信啊，这不相信，所以大地就松散了，啊，就会沉到海底，啊，高山就会倒下来。倒塌下来，这么有信心啊，得了吗？就一定要做出样子，啊，做出典型，做出榜样，大家相信吧。啊，这个地方做非常理想，啊，要当地的这些领导，他们带头真干啊，啊，我们可以把过去。在中国做的这些经验提供他做参考。啊，我们在联合国报告的时候，大家听到非常激动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地区的大使代表都非常热心想来看看。啊，这是个非常好的机缘呢。啊，他们的心态我知道。啊，那这样一做的时候，日本救了全世界，叫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个功德，保证日本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